啊，刚刚没在，在店里面卖，这都卖200多块，5000单卖完了，这个算惊讶了，我们全拿抢，我们快快加，加，加1万单，去你家1万单。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却根本买不到。其实这个月饼值得你购买，今天还有优惠，直接补贴20。它是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全国销量第一，它是米其林大师调出来的，这是黑松露。高端型月饼里面都放黑松露的，一定是高端的。刚刚没在，在店里面卖，这都卖200多块，5000单卖完了。这个算惊艳了，5000单抢，我们快快加啊加，再加1万单，去你家1万单，1万，有礼的。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却根本买不到。近日，头部主播疯狂小杨哥和他在直播间带货的香港美城月饼风波持续发酵，但是越来越多的代理商和网友就发现了，美城月饼在香港根本就没有门店。如果您在我们公司任意直播间，也包括我们直播间，买到产品存在的售后问题，可以先联系购买的对应店铺，如果店铺售后处理的不满意，那么就可以再联系所下单的那个直播间，一定给大家处理到满意。媳妇，你是用这个变这么白的吗？媳妇，你是用这个变这么白的吗？对。反正老公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你还是你吧，好像。哎呀，二十两，他名字不叫二十两吗？叫默默。你们说的。那人家撵得搞。媳妇，你是用这个变这么白的吗？媳妇，你是用这个变这么白的吗？对。反正老公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你猜的？还你吧，好像。哎呀，二十两，他名字不叫二十两吗？叫默默。你们说的。把人家脸都搞红了。啊！头发迷人的香气，这味道我一辈子不会忘记。身高不是我们的距离。反正老公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你猜什么？还你爸好像。默默的喊过是吧？他喊过爸爸的。哎呀，二十两吧。哎呦，别说，我一脚就给你踢到百货大楼去了。他名字不叫二十两吗？叫默默。说的，把人家脸都搞红了。名字叫二四娘的，不好意思啊，叫默默。打开这个377，媳妇，你是用这个变这么白的吗？对，多白，白的发红啊。不要跑到这个各个直播间骂我们不是美。所以这个兄弟们骂可以骂我，在我们直播间，或者我恳请大家不要去骂我们的同志们，他们和兄弟们一样啊，勤勤恳恳的在工作。
上就要，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就要70岁以上的年纪大的人啊，就带过去了。二一走。哇，灵魂出窍，小孩不愿意上学，直接推过去。装修用的吧？这哪里买的？这么好用啊？是你们上下的吗？是买我的买的。毛都吹干净了。就是它有后坐力。它有后坐力。后坐力有这么大吗？可以的。哇，你的发型哎，这么不能呼吸的，这个吹风机我从来没见过，好好玩。我俩一起。不开玩笑，我跟你讲，这吹风机啊，不是开玩笑，70岁以上的年纪大的人啊，吹下就去了。啊，你走。哇哇，灵魂出窍。只有你这边有啊？啊，你看我的嘴都吹成这样了，你看。哎呀，这是感冒的。这个太厉害了，哇，这个直接的穿黑色衣服好丑。你这个可以送我一个吗？可以，可以给你两个。啊，这家里那个蛮多，很多，家里小孩不愿意上学，家里缺鬼。我怎么没有想过呢，兄弟们？真的可以这样？这个太厉害，这个平时可以上学用哎。啊，真的可以这样？对，比如说啊，爸爸，我去了，我去学校，不用送了，我自己去。啊，兄弟们，我发现谦哥真的好聪明啊，真的是人才耶！哇，你看，我飞了，随便撕，谦哥，撕了。薛之谦来到小杨哥直播间，为兄弟们推荐了自己品牌的衣服，结果却惨遭翻车。啊，看到没，各位，我看到没，我。我进入了这么大的领席啊！哎，我今天又撕开了，兄弟！哎呀妈！说你瞅瞅这衣服质量，做生意实不实在？实不实在？就告诉你，就这质量，质量真的好，对吧？哎，你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你看什么是什么质量，就告诉大家是什么质量，开什么玩笑？来，进来，进来，哇，这个质量是真的好啊！老 K 过来撕一下，我都这个算是我保镖。哟，来。不要留手，好吧？告诉大家我们家的质量怎么样，该怎么样怎么样，好吧？你撕，衣服撕完以后撕裤子，好不好？全都撕掉，全都不要留。你怎么当保镖的？你怎么当保镖的？说，来老嘴，你讲，你讲，你别客气。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你搞什么？好好看哦！哎，哇，这衣服，谦哥，看看你我的垃圾袋好不好？好啊。嗯，看看，放一下，十斤哦，再放十斤。没有撑起来，好棒哦！这个，哇，直接拧，直接冲，来下个拧的，下个冲，直接冲。谦哥，看看你我的垃圾袋好不好？好啊，好了，我给你看看这个垃圾袋，这是我第一个产品，小羊甄选，这个不用卖的，这个已经卖了一两千万了，是吧？一两千万单，两千万单，钱哥看一下啊，这钱就是不看，嗯，看看，放一下，十斤哦，再放十斤，直接拧，直接冲，往上冲，冲起来没事，冲，那这不怪我，没你冲，来下个瓶子，下个瓶，没有，哇，开玩笑啊。你这是什么？我都没见过。哇，你的手速好快啊！哇，你这个难怪你穿这么好看。不是，这是个围脖啊，这是我在上面转的。哦，兄弟们，这是围脖啊，我搞错了，这个不是垃圾袋，这是围脖。围脖，对呀。你的垃圾袋有吗？垃圾袋有。小杨甄选垃圾袋，这是垃圾袋。哇，厉害！再来，给你看啊，这个垃圾袋我重新介绍一下，刚才那个是围脖啊，是吗？哎，打开，这是抽绳似的，看到没？看看，哎。我们这哎，来放进去，哎，哇，这个都拎得起来都不会破吗？哎，其实我觉得一个就可以了嘛，应该。不要，就放两个，真的吗？放两个。你不相信我？冲！直接冲！冲了啊！冲！二一。哇，刚刚好像有经历过，哇，
这个围脖，这是围脖，又是围脖，我拿错了，我让你拿，我要围脖干什么？为什么？我让你拿垃圾袋，你拿什么围脖呀？我来试一下，来吧，来试一下。哇，这可以擦汗哎！擦汗真的很好啊！